总统热捷马乃西悄悄从美国回到台湾，加入了横滨竞选总部的志工行列。志工妈妈做手工，把郝龙斌竞选总部新噱头梦想朝冠一个一个拼装完成，接力分工。不过这位志工妈妈怎么有点眼熟？请问一下，是马二姐吗？不是，我是林太太。跟记者开起玩笑的林太太是马总统二姐马乃西，穿着灰色帽T外套，罩上竞选总部背心，默默做手工。她从美国返台第二天就到郝龙斌总部报到帮忙。你要做什么？有小朋友要吃，要吃什么？相较于热情的志工妈妈马乃西，超低调，看到镜头才勉强吐出几句话。你接下来会就是帮忙去发文宣吗？谢谢你啦，让我默默的做吧。未来两周，马总统火力集中台北市，密集替郝龙斌站台，姐妹也没缺席，只是一贯低调。中天新闻郭向许佳瑜台北报道。